生活中什么都让人心烦，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？求神问卜拜拜，天哪，84000法门到底要选哪个门？妙心模拟宝，四大功能修行带着走，用智慧开启每一天，从认识自己的心开始，找到解决烦恼的办法。师父开示，随选心道法师开示影音，心开意解，烦恼不见了。成佛指南，参照修行地图与攻略，从此岸到彼岸，不需大海捞针。学法修行，结合理论与修持方法，随时随地满足每颗想精进学习的心。每日任务，自定每日修持功课，可回向累积功德。幸福满载，身心安定，妙心模拟宝，随身带着走的学佛法宝。